这个我看过哈，那这个刘明美，她的亲自见到华裔书生身处灵堂。只要活到一年之后，几乎我已经可以传真正家里面的。开法会的时候呢，就是旁边都是以家族身份证站出来，就是说真的是法会啊，他在旁边，对，站在这些地方说话，所以那时候我不要走在太靠近墙壁那种边界，他就墙壁那边站着，所以结果又走在这样，太近墙壁太高了，所以他们走太近墙壁摸不到他们，是你们看不到我这个，但是刚好四点多钟，满天是多彩的，刚好四点多钟。当天是五月，天色很清澈，弥勒佛、观音菩萨、蛇身一切都已经上了，就来一个大弟子啊。所以做生意的人最好什么？开茶吧，兄弟，不光要赚钱，还要打茶，你现在有没有这种经验？你拿的工资要打工资，所以今天你打工叫你不可以进来，不可以进来。其实我不要担心，这个灵界跟人间呢，它是重叠的空间，各是如故，不用怕。我叫我们平常住在仙女身上的哦，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哈。那他们有讲，有亡灵，有仙，有那个冤欠，那个破产信用卡啊，那个多了，像这个关帝庙，我这个就看见了，他们当地的，当地就是二水主方20年前的。